我这个代志我要跟你参详，也不过一件代志，敢若会咱两个人知影，而且甲咱两个人，才能查出真相。什么代志？我怀疑之下是假的。你即马讲什么笑话啊？我要处理方圆圆，我要给伊机会，咱继续安待。后来有计，再来救方圆圆，伊是着急。 要甲一堆秘密拢讲出来，其中有包括方圆圆真正的身份，还佫伊对我讲一句话：，即摆子祥毋是我的囡仔，我感觉即句话真可疑。我感觉伊安尼讲，好真认同啊。咱两个早就离婚了，敢毋是？所以子祥根本就毋是你的囡仔，伊说谎，安尼真合理啊。 你要之前选，不是跟你比拼啊？比拼的时阵，什么人讲出是敢是？我看会出来有气，一定有我妈，我什么比拼？你唔知啊？郑华丽以前人话阴险，伊当为做方圆圆的先生，伊赶快要对子祥安尼做。瑞华无甲家己的囡仔顾好，互人偷挖，啊，不过子祥出现的时阵，我是有顾条条啊。 我可能好像偷挖，我唔是讲子祥是出事，好像偷挖，我是讲，我也袂当讲出指点建设，就是高级料的代志。我是讲，子祥伫日本疗伤的半年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非得伊回来伊也就是怪怪。以前我家己所有的监督，伊拢放袂记啊，伊即马根本无以前一般实力。 就因为替补啊，所以你怀疑伊，敢袂想要好笑啊？你莫袂记，伊想过向你动的伤，身体退化这真正上代志有甚物好奇怪啊？不是，文丽，你无咧运动，所以你无了解。一个人都算讲失去所有的记忆，也毋过伊的肌肉记忆是袂消失的，除非，伊毋是自伤，非得你较注意自伤呢？ 因为我咧想，尤其伊无可能无来无去安尼讲。哼，伊讲话本来就袂听的，伊就甲你妈妈庄月伊共款，老讲白贼，老编故事。你感觉伊有问题，竟然甲伊困遐尼久，我看上问题人是你。你即马是咧食啥物醋啊？上爹食醋，你水明啊！我即马是咧祈求你，互之前雪安尼牵你。 安尼行来行去，行入去迷宫内面行不出来，所以即马伫汪汪叫求救，你应该死好。好啦，就算我伫迷宫内面好啊，安尼你满意啊？事实你变哪看我？非得你较注意自强就对啊。